Hello， 那节目开始之前，还是希望大家把这个签到打在屏幕上啊。那今天的话，终于出来就是为了满足大家一个想看的一个视频的类型，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一人称视角，这个 POV 的这种街拍的视频啊。那我现在胸前放的是这个 GoPro 9，会做一个记录。那我带出来的相机呢是索尼的 A7C， 加上的是一个就是拍景比较好的一个镜头，就是20毫米 f1.8 的这个G镜啊。那我现在在的位置呢是加拿大的蒙特利尔，然后我会沿着这条路一直到老港，就是老蒙特利尔老城区那边去拍一些街拍的景物、人啊，或者是风景啊，就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期节目。那我们一会儿见。现在去的是这个老蒙特利尔的路上，那这边的话，因为今天是工作日，应该路上不会有太多人，那正好就是不需要太担心这个疫情的问题。如果人太多，我可能就不敢出来。觉得吧，就是你去到任何一个国家旅行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那当然它有名的这些景点你需要去，但是就是当地人居住的一些小街小巷，我觉得有机会你也应该去转一转，就是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啊，很多这些不管欧洲啊、北美啊这些国家的一些小街小巷都很有自己的特色和味道，那就是你需要去发现一下。Kids, kids, kids. It's a kindergarten.特别喜欢看见小孩子对我笑，可爱。哇，好多海鸥啊！
这个是蒙特利尔的中心位置，那夏天有很多表演会在这个地方举行。当然今天疫情加上工作日的话，应该没什么人，挺冷清的。这边是港口，不知道大家对不对这个地方有没有印象，应该喜欢看电影朋友可能会对这一片会有点印象，就是之前李安的少年派的那个取景，就他们那个人不是去采访那个 survivor 吗，就是那个活下来那个男孩，他长大之后嘛，然后他们就一路聊天，然后他跟他说这个故事就在这一片取景。
我觉得没感觉这栋楼有点像那个纽约的帝国大厦的缩小版。看到一个非常酷的东西，那大家觉得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片子啊，就是因为我做了一个那个调查，做了一个那个问卷，就大家觉得还挺想看的，那我就做了这么一期，希望不会太糟吧。那当然所有的这些预设啊，就是大家看到就是片子里边就是我做的这些调色的这些预设，那你都可以在屏幕下方的链接打开之后可以去做一个下载，然后这些下载地址的话你可以下载下来之后直接用在你的这个Photoshop 或者是 Lightroom 里边，那直接加载进去就可以得到一个同样的这种相片效果了，希望你会喜欢吧。那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